总共十八位的参赛者哦，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19位。19位的参赛者，哇！现在最难。那个哪个是掉了？现在头疼的问题要交给裁判了。然后那个炒蛋是蛋是鸡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评审呢，正在辛苦的品尝，应该说是开心的品尝，不能说辛苦的品尝，辛苦的动脑，开心的品尝。因为这最后一组呢，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很惊艳的菜色哈，很惊艳的菜色。包皮。我不晓得，你再问一下，一对一吧。那评审官员他们会没有是吗？你可以做。谁愿意留在楼上？第一会儿然后我跟他讲。第二组，所以说现在就是他们里面一定要，我们的以前颁奖还是要宣布啊，谁拿奖啊？对，宣布啊，要宣布啊。这个我们以前不是都我们自己的场自己颁奖吗？这个谁？那个现在还有没有参赛者选手站在这里？你们有每那个每一位有一份那个参赛纪念奖。还没有参赛选手在这里的，请来拿来。哎，说你帮我发好不好？哎，参赛者选手们，你们每那个每个有一份那个参赛纪念奖。我们的两点半呢，哎。我们的两点半会在这个地方宣布我们各组的得奖的名单哦，但是我们正式的颁奖典礼会在4点半，会在这个洛桥中心的大礼堂，跟着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的活动一起举办颁奖，所以我们参赛者2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公布今年的得奖名单，到正式的颁奖典礼会在4点半的时候举行。4点半在里面举行颁奖典礼，但宣布是在这里宣布得奖名单，好，呀，所以你们有参赛的选手，大家尽量留到我们2点半呢，会宣布得奖名单，但因为配合大会呢，我们只好4点半在里面颁奖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贵宾，我们比赛哦告一段落了。那我们现在计分组计分小姐呢，在非常的努力计分当中哦。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裁判哦，他们裁判非常的辛苦，而且呢，他们务必呢是想要非常公正，所以呢，他们是很仔细的在做每一个评比啊。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，非常非常的热闹，而且呢，每一道菜呢。The presentation 都太棒了啊，一道一道都好像是外面餐厅里面的这个的菜啊，非常棒啊。各位评审们实在是很了不起，假如我也像你们一样要连吃19道菜，我也受不了。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做那个办。